今天的主题叫做我的弟弟只能我来打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小卢呢刚过完3岁的生日，大郎呢正好17个月，然后呢他是小卢从小带大的，他就特别依赖小卢，所以说小卢肯定是大哥啊，大郎是老弟。这大哥呢没事愿意打小弟，但是小弟现在有点长大了，有点打不动了啊。昨天呢天气不错，所以我就领他俩上宠物小院去玩去了。正好呢这有一只威马，那就一起玩吧。刚开始还挺好，但这个威马呢也挺聪明，玩着玩着呢他就发现呢大郎比较面，狗吧都愿意欺负个狗。没过多一会儿，这大郎就让人欺负住了，就照着大郎的脖子脑袋哐哐一顿掏啊，掏一嘴大黑毛，大郎就完全招架不住了，看这么大个体格子节节败退啊。这个时候呢小卢就有点看不过了，他就过来了，你看他先观察了一下，他没管，结果小威马咣咣又掏两口，小卢就不乐意喽。到点追上给摁倒了，这说明啥？就是说我这老弟虽然烦人，但我打行，你打肯定是不行。